自2014年方里邦琴亚裔原地成立以来，我们致力于帮助湾景区老人和需要帮助的家庭食物需求。新冠病毒并没有阻止我们的运作，我们一直在社交平台上保持联络，并时刻分享健康的生活理念。我们欢迎你加入，你只需要把家居时任何能够帮助支持社区的一些意义的事情拍下落来，并发给我们，以便帮助更多人的分享和勉励。多谢。